都走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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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走开。不过是件嫁衣，倒是用了复杂的八路盘纹锁，可惜难不倒本少爷。这穿的用的都这么素，新娘子难道不应该都是花枝招展、花花绿绿的吗？这哪是嫁衣啊，这分明就是做银衫。亲戚，拜我亲戚，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这叫石榴裙。头冠是银子做的，加上这裙子，怕是得有几十斤重。这么重，穿上去不把人累死？哎，之前呢，国王已经讲过，这件衣服呢是他祖传留下来的宝贝，十分的贵重。可再贵重呢，也承载了好几条的人命，应该不可能会有人再穿这件嫁衣了。尤其是威远镖局的千金，她家境富裕，更没有道理去妥协啊。所以我觉得吧，这个凶手非常的奇怪，因为他每次杀人专门找穿这件嫁衣的女人。所以阿飞啊，如果我说是如果有人出门到诱饵的话，说不定这个凶手可能会出现。